林夕，今天找我干嘛？我上次不跟你说我不想在微点打工了吗？想自己创业，但是我现在东拼西凑呢，还差个30万，因为这个项目启动资金要50万。然后呢？然后我们杭州那个房子，你现在是不是不住了？不住的话，可以考虑卖掉嘛？你想钱想疯了吧，白宇？我那房子跟你有什么关系？那我也没办法，我现在急需用钱啊。那我上网百度了一下，虽然我们离婚了，但是这个也是属于我们的共同资产呀，我还是可以分到钱的呀。去找个律师过一下，那房子上面后来都没有你的名字，要不改天我拿给你看一下。那这样吧，我去找个律师问一下吧。你还真去找律师问一下？那不然呢？我现在要去一个非常非常远的地方。去哪儿呀？我觉得你要是做一些正经的工作，我会支持你的。但是你不要说就是乱七八糟的乱投资。这样吧，你把那个工作到时候跟我说一下，然后我这边有个基金，等我那个基金我看一下这两天能不能取出来。如果工作还行的话，我取个借口。云溪，你怎么对我这么好？我当然有珍惜过你了。